那个伊娜，又是美女画家，又从海外留学回来，长得还那么漂亮，我觉得我好像哪儿都不如她。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，你看不出来他喜欢你是不是？顾彦成，你不就在我面前吗？你给我打什么电话？你干嘛？我现在不想接你电话。喂，我现在不想理你。奇怪，这是怎么了？别喝了，我送你回家。送我回家？送我回哪儿啊？顾远晨家吗？我不想回他家，我要回我的出租屋。我家比他家舒服，舒服。舒服。原来你们已经你小心点啊！这下面有沐浴露，你穿高跟鞋不安全。那我们出去吧。哎，你带手机了吗？带了。那你刚刚进来怎么不打个水晶筒哦，对对对，哦，我忘了。走吧。哎，小心小心，小心点，小心房东大人。停水应该是阀门的问题，已经修好了。哎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一天天的就知道给我找麻烦。这。也不能怪我吧。哎，林总，小心。林总，其实我……你干什么啊？别动。这儿怎么弄的呀？可能是刚进门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，没事。你这么着急我干嘛？着急到鞋子都不换，也不打个手电筒就进来。我才没有着急你。
那就是紧张我。我只是不希望这里变成凶宅。老板，你先走。哎，林总，那个，坐。那个，我饿了。你看你今天到现在也没吃晚饭的吧？要不要一起？我又不饿。林总，给我一个小时时间。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啊！会的事情多着呢，咱们以后慢慢了解啊。谁要了解你，自作多情。下来接他。怎么是你送他回来？他不是在跟慧心吃饭吗？这个你不用知道。另外，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我希望你好好待他。如果再让我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会把羽泉抢回来。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喝不醉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那当然了，我可是千杯不醉，谁能欺负我？谁敢欺负我？走，回家。等一下，这好像不是我家，我要回我家。这就是你家？不是，我家。没有这么大，但是看着有点眼熟。快走吧。眼熟。眼熟。这么快就酒醒了，真想再醉一会儿。你怎么喝这么多酒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欺负你啊？你认识的？我认识的。嗯。谁啊？我帮你教训他。好啊，那你要帮我好好揍他。没问题。那你揍你自己吧。我做错什么了？
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？啊，是不是这几天我总去吴威老师那儿请教，没有时间陪你？不是啊，那难道是我忘了什么重要的节日吗？你就自己好好反省吧。好，我好好反省。但是你今天喝这么多酒，而且这么晚了还不接我电话，还让某人把你送回来，我……你还说我？那你跟你的一大妹妹还借着探讨艺术的理由腻腻歪歪呢？好，你原来是因为这个生气啊？果然是吃醋了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就是吃醋了，不行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也吃醋了。你偷偷跟白冰去吃饭，还让他送你回家，我也很不高兴。你有什么好吃醋的？明明错的就是你，那个伊娜还抱你呢，你还笑。你慢慢笑吧，我自己回家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回去哪儿啊？我不要你管，我走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别生气了，啊。你错哪儿了？以后我会多多注意的，离一心远一点。说的好像我逼你的一样。都是我自愿的。傻瓜，我的眼里和心里都只有你。